大家好，我是中医老马。人呢有三急，其中呢有一急就是排泄，不管是排便、排尿，还是排眼泪、排气。如果呢我们出现了这些排泄不畅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呢特别的焦虑，特别的难受。中医讲啊，六腑以通为用，所以说呢，通呢就是舒畅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部分人他通泄太过。你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有些人呢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：他排尿呢特别的频，或者呢出现无故的漏尿现象，而且呢夜间夜尿又特别的多。那么我们临床上怎么来分析这个尿频、漏尿、夜尿频的症状呢？其实啊，我们的尿液也是人体水液代谢的最终的途径，也就是引入于胃。由于精气上输于脾，脾气散精上归于肺，肺呢主治解潮百脉，通条水道，下输于肾到膀胱而排出体外。而这个气过程中，从肺到肾的过程，有一个肾的气化功能和膀胱的固摄功能。膀胱的气化功能，当我们肾和膀胱的功能的气化固摄功能出现了异常，我们就出现了尿频，甚至呢出现漏尿。那么临床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尿频，如果呢睡眠之前我们尿频始终呢辗转反侧，无以入眠，而且呢老想想去厕所，吃厕所呢，而且呢还很少，这种尿频呢是肝的疏泄功能失常，也就是肝疏泄失常而肾不固涩而引起的尿频。但是呢，如果出现了夜间睡着以后出现了夜尿频，而且呢经常起夜。同时呢出现了漏尿的现象，那么一定是肾和膀胱的固摄功能出现了异常。那么我们临床上怎么来解决这种症状呢？一般的出现漏尿和夜尿频的症状呢，就是我们老年人。中医讲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肾精不足，肾精分二为阴阳，阴阳合一为肾精，那就说明了我们的阴阳的元气出现了衰少的概念，那么就是肾精衰少、肾气不足。而固摄功能不利，就出现了我们夜尿频，同时呢会出现我们的漏尿现象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症状呢？其实啊，就是温肾滋阴。如果同时出现口干口渴、眼干眼涩，同时出现胃寒又肢冷，同时出现夜尿频，而且出现漏尿，那么我滋阴温阳，而益肾固摄，同时呢提高我们膀胱的气化功能。那么如果不是这样，一般的我们老年人呢，就是怕冷，胃寒肢冷，手足不温，而大便呢稍微溏，而小便呢清长又频，夜尿多。那么我们临床上怎么来解决呢？下面呢，我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给大家讲讲这个患者的用方和治疗方案。这个患者呢是一个75岁的男性患者。这个患者呢平时呢由于呢就特别的怕冷，他就来医院来找我了。到了门诊以后呢，他就给我讲了讲他现在的情况。他说呢，我就感觉特别怕冷，而刚上秋我就马上就把我的毛衣穿上，而且呢穿两层袜子老感觉呢脚凉。同时呢我晚上啊老尿频，老起夜，睡眠也不好，而每次尿量呢还正常，不是说因别人尿量少起夜频，我的尿量还行，而白天呢尿呢也挺多，尿液也是白色的。坐下以后呢，他又给我讲了一个他其他的例子。他说我怎么有时候一咳嗽或者呢一紧张也漏尿。我一看，这就是从中医所讲的肾的阳气不足，而阳气不足以后呢，肾的固摄功能，也就是气化功能失调，而引起了夜尿频，而且呢漏尿的现象。所以说呢，一摸脉，脉呢沉迟，代表了有病在里，而且呢我们的肾气、肾阳气的不足，有阳气不足而出现了虚寒的症状。同时呢，舌呢也是淡胖、水滑、苔薄，也说明了我们一个阳虚的脉和舌。同时呢，他也感觉腰膝酸痛，没有力量。精神状态也不好，这一看就是我们肾阳不足，不能气化固摄我们的尿液而产生的尿频漏尿。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呢温阳而固摄。我们用的方子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八味丸和我们的桑票消散，或者呢朔全丸来合二为一。主要方案呢是这样的，我们用八味丸，八味丸呢不外乎呢就是附子、肉桂加上呢六味。而因为这个人呢他的尿液呢比较频，我们这里的三泻的药，我们大家一定记住，泽泻呢尽量的少加或者不加了，只用茯苓和丹皮来防止呢温阳太过，用茯苓呢再健脾而淡肾来排尿。同时呢在这个
七味药的基础上，甚至呢我们泽泻呢少加个一两克就可以了。同时我们要加几味药，要加上芡实和荆子，叫水陆二仙丹，再加上桑飘飘和乌药。这几味药呢，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朔泉丸和我们的八味丸相合。他说合二为一呢，其实我们还有一味药要加，大家一定记住，要加桔梗或者呢加荆芥，提升我们肺的宣发功能，这样呢就能够使我们的漏尿现象呢得到缓解。中医有一个叫金水相生。同时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，我们加两味药，一个呢就是黄芪，第二个呢加白术，健脾益肺，而提振肺气，同时呢也提振脾气，来运化气血，来增强我们肾精的功能。大家一定增强肾精的功能。如果这个人呢用了一周之后疗效还是不明显，那么我们就加一味菟丝子，增强他温阳的功能。这个患者呢其实用了3周，这个症状呢就缓解了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足，我们的一些老年人呢肾精不足，气化失司，而固摄功能减弱，就会出现尿频的现象。尤其是夜间，夜间呢阳气入阴，而我们肾气的气化固摄功能呢更加的减弱，所以说呢尿频是它主要症状。这个患者的病例呢就给大家分享着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给大家呢一一回复，甚至呢可以私信我，我会给大家一一的解答。